高级课的时候就你们就能明白老师的用苦良心了，啊，啊啊，所以说就给你们留点悬念，就比如说这个是 clip， 这里 clip name， 啊，就是为了内存优化。好，这个是叫 clip， 真正的内存中的 clip。嗯嗯，去吧，内部内存中的。就变成这样了，啊，变成这样，一对应的关系，就变成这样一对一映射关系，这有多个，这个有多个，其实字典也是这样实现的，就是键值对，对不对？变成这样了，键值对啊，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画的图里面，这个就是 clip name， 哎，这个是哪？这是 clip name。啊，这个是 all single clips， 这个啊，两个数组一一对应的，所以说就是键值对。好，对啊，就映射，因为这个数组是最快的，用键值对，我们虽然是可以使用 dictionary 也可以实现，但是这样实现的，dictionary 实现的不快，速度不快，而且浪费内存啊。我们这样做速度最快的，而且要改个名啥的。对，好了，那我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好，第二步，我是不是可以什么？可以从根据名字能够找到这个 clips， 对不对？啊，所以说进行播放，对不对？所以说，第二个是，find clip by name， 啊，这个地方，这个返回一个叫 single clip 吧。好，这个是对外的接口，对外的接口，根据名字找到 single clip。 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 string 啊，我们是 clip name， 对不对？ clip name，根据名字找到一个 single clip 去外面播放去。好，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呢？是不是所有的名字是存在在 clip name 里面，对不对？嗯。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呢？是不是也是一个 for 循环呀？对啊 ，for 循环呀。你看啊，在数据里面找东西不就 for 循环嘛？对吧 ？clip name 点 length， 对不对？啊，那我这地方是 if clip name i。点 equals 啊 clip name 啊，我这地方为什么要用 equal 啊？不是等于啊，对不对？是效果是一样的，你用等号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这地方少了一个变量而已啊，少了一个变量。如果用等号的话，它会采用临时变量，是一样的。equal 就是相等，判断这两个字符串相等。如果相等，是不是表示找到了？对不对？根据这个名字是在这个数里面找到了你要播放的东西了，对不对？那我是把这个 i 给记录下来 ，int temper index 等于负一吧，等于负一。为什么等于负一啊？做个标记，对不对？做个标记找没找到？啊，找没找到，对不对？好，那个地方就表示等于 i， 表示你在这个数组里面已经找到了，对不对？好，如果 if temper index 不等于负一。表示找到了，对不对？不等于负一啊，那表示你已经找到了。那么这个 index 的是不是就是这里面的东西啊？是吧？因为你这个顺序跟它是顺序一模一样，对不对？那我是就直接就返回了这 all single 啊 ，return all single 啊 ，temper index 的，是不是表示找到了 ？else return none。就是判断，如果你这样写啊，如果是吧，找到了我就返回给上层，如果没找到就返回一个浪，是不是可不可以啊？那这样啊，就给他了啊。哦 ，OK， 好，那么我们就对外提供这个接口了。哎，那我们就开始写这儿的编程了。开始编程，我们来梳理一下，再梳理一下，免得大家又整懵了。啊，有点懵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整。那我就怎么了？来看一下，来，第一个我们说了，这个 audio source 模块分了两个
两个管理者，一个是 source manager， 一个 clips manager。source manager 是管理一堆 source， 对不对 ？clips manager 管理一堆 clips， 对不对？好，所以说有了两个这两个类啊，这个 audio source manager 是不是对外的接口啊？下面他所提供的功能都是下面的人帮他做的啊，所以说他只是相当于新闻发言人，他什么事没干，底下人帮他干的。好，现在我们就干什么事，这个 audio source 里面，我知道从这个 audio source 里面去拿一个空闲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你看我们这里面怎么写的，维护了一个队列，不，维护了一个集合，这个集合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哪些空闲，哪个非空闲，对吧？我们就可以 get 一个 free 的，对不对？然后 clips manager 里面，哎，我们第一步我们说通过读取配置文件，找到它我当前场景中有哪些 clips， 对不对？第二步我要将这些找到的 clips 加载到内存中，对不对？加载内存中。好，所以说我就是第二步加载，这第二步加载到内存中，根据名字将 clips 加到内存中，并且存到这个 all single clips 里面去。好，所以说第三步我就要在这儿，根据名字我就要找到这个 clips， 根据名字我就能找到。好，现在呢，现在就这两个例就写完了，那么我就在这儿对外提供接口，比如说 public void play， 你给我一个名字就 OK， 给我正确名字叫 audio name 啊，你给我一个名字我就帮你去播放这个东西。所以第一步从 source 里面是不是拿一个空闲的东西去播放， get free audio， 这个地方是不是拿一个 audio source 出来了？ audio source， 哎哦，错了， audio source， 啊 temper source， 啊，这个指针就指向了一个空闲的，一定他帮我拿一个空闲的东西了。好，这个地方我们就从 clips manager 里面点儿是 find clips by name， 是不是根据 audio name 啊 audio name 去找到一个 clips 出来， single clips temper clips， 对不对？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哎有了 clips， 有了 source， 我是要进行播放，对不对？好，那么想到我们这个类里面还没有干一些活，我就让他去干一活，干什么事啊？你再传一个东西给我，传个 audio source 给我，我就能播放，可不可以？啊 ，public void 我就给他一个，你看 void play， 啊 ，play， 你给我一个空闲的 audio， 我就能播放 audio source temper sources。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temper source 我就封装一下，免得写在外面很麻烦。这个 source 点 clips 是不是就等于我当前的 my clips 啊？对不对？好，然后这个 temper source 就点 play 就行了。哎，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接口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接口。好，那我在这儿是不是点 play 就行了？把这个 temper source 放进去啊，可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就 OK 了？你第一步拿一个空闲的，这个第一步我们就写下来，拿一个空闲的啊，空闲的 audio source。第二步啊，找到 clip。第三步两个一结合，对不对？哎 ，get married， 啊。两个结合啊，结婚啊，结合一下 OK， 那这样是不是就能播放了？好，我们来测一下，这样是骡子是马，我们拿出来溜一溜，对不对啊？我们再对拿出来测一下，哎，在这儿有一个小板啊，这写个用怎么用，对不对？这外界你写这用也可以用啊，用 audio 是，我就在第三方 audio 里面用嘛，第三方这个组件里面用，你任何一个写一个东西都行啊。好，比如说我按了一个点击一个 button， if input 点 get key code down key code 点 a， 按下一个点 a， 怎么样用啊？
怎么样用啊？是不是 Audio Manager 是不是对外接口啊？谁是新闻发言人呢？对不对？ Audio Manager 对不对？你看到你跟着我的思路去走，你会发现写程序越来越写简单，对不对？点 instance 点 play 什么东西啊，传个名字，对不对？哎，比如说我此时我就要播放一个什么，我们这儿现有的clips button， 对不对？我们 clips button 时间有点短，我们就播放一个 UI music， 让你看得明显一点。 UI music， 对， UI music， 是不是这样可以了？ UI music 没错吧？好，那我们来试一下，是吧？试一下，就对外界使用。那第一步我们挂了这个组件，第二步是不是要用法用它，对不对？用它。好了，就是两个组件，模拟怎么使用。现在好像你也听见了。这个 audio sounds。你听见一样，好，那我们播放一下。好，现在啥也没有，对不对？报三，刚才我们打印的，对吧？好，我按下 A 了。报错了。为什么报错了呀？他说我这个地方肯定没找到，对不对？那我这地方判断错了。这个是 get 一个，我想。我们来看一下，set instance 等于 none， 等于 none， 我看一下是这句话报的错。play 第39行 temper， 那就这个说明这个东西没有找到，说明他没有找到，那就判断一下 if 它不等于 none， 不等于 none 我们才能这个。播放，对不对？说明这个地方没找到，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名字为什么没有找到。打印一下，对不对？我们在这儿，打印一下。这儿，说明这儿肯定是等于一个负一的。那我们就看一下 debug 点 log。我就在这儿打印嘛，在这儿打印。它 for 循环的时候打印，看到底哪个找到，哪个没找到。clips name i 等于多少 clips i， 然后加上一个等判断，加上 clip name， 好，就在这儿啊，复了三次，对吧？因为复了三次，我就判断这两个到底是不是相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一样，把这个保存一下啊。对，报错很正常，就不让你这个又不让你负责。他说是 UI Music， 全部给分割了，分割开了呀。对，成字符了。我们看一下，这 use play UI Music， play UI Music 怎么是分割成了这样的？这不应该分割。当时分割的是。Audio。转成字符串吧。clips name， 我们 clips name i， 我们看一下 clips name 怎么是这么回这么一些东西啊？UI music， 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clips i， clips name， 我看一下 clips name 是。clips name。这个地方错了啊！错了，哪儿啊？我们在哪儿？这个名字出错了，在这儿，在哪儿？是不是名字重名了？就刚才跟他数重名了，对不对？我们换一个名字吧。对 temper name 嘛，错了啊！这个两个名字重名了啊，看到没 ？clips name 这个才对啊！你看这个数组的，这是个数组，对不对？这个数组刚才那个两个字符串重名了，所以他用的就是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这个地方错了。这个地方100%都成功了，
这个我上次也是跟他说了，板板成功，再不成功我就从那儿跳下去。我一然后我一运行，那个同学把窗户打开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成功了，对不对？没有人把窗户打开，是说非常这个不行。窗户早已打开了。好，这边是不是已经在播放了，对不对？看这边还有停播按钮，看到停止啊？你停止了，对吧？停止，我们怎么停止啊？哎，是不是？停止 ，public void stop。stop， 你是不是将哪个名字哎 audio 给停止掉？那想一想，哎，我们这边是不是这个？因为他是新闻发言人，所有的接口是不是都要通过他呀？对不对？嗯。那好了，这个停止的过程，是不是我们要从谁正在播放的名字的名单里面找到谁在播放这个东西，对不对？对。OK， 那我们在这个 audio source 是在哪里面？是不是在 source manager 里面？嗯。哦，把它打开。那我在这儿，我一定能找到一个正在播放这个东西的玩意儿，啊 ，public void， 啊，所以说 stop， 啊，啊 ，stop， 哎，对，对 ，stop， 放大一点，好，嗯 ，string 这个 audio name， 啊。好，那么我怎么知道谁正在播放啊？判断也要 for 循环，对不对？ for 循环呗， for 循环，判断 if 啊这个 all sources i 对吧？ i 点 is playing 对不对？并且是不是正并且名字还要匹配对不对？ all s i 啊，点 name 是吧？点 equal 啊 ，equal 是不是相等对不对 ？audio name 对不对？好，那这样是吧？一个并且对不对？你看，那我这样是不是在这儿就能找到正在播放的？那我是 o/i 点 stop 就行不行 ？i。点 stop， 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可以啊？嗯，看到是吧？找到这个，找到在这个正在播放的跟你名字相匹配的，停掉就完了，对不对 ？OK， 那我这地方对外的接口，对外这边怎么写的？啊，这个 source manager 从这个方法里面是不是提供这个类里面它会提供这么一个方法，对不对？啊，点 stop， 啊 ，audio name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嗯，你看这，你看这新闻发言人啥也是啥活也没干，是不是？这活都是人家这两个人干的，对不对？啊 ，OK， 好，那我调用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在这里面调用的时候？啊 ，if input 点 get key code down， 啊，就对，复制很简单嘛。我怕你们，我操，这个记不住啊，是不是？点 stop 就行了，点 stop， 哎，咋回事？生气了，让你复制，嗯 ，stop， 邪乎了他，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这个 A 是不是换成一个点 B 吧 ？OK， 啊，用一下，啊，用一下，试一下，开窗户，来，门已经开开了，啊，跑道准备好。这个咋回事儿？这都教了什么学生呢？好，来一下 ，B 键坏了吗？刚才可能是 B 键坏了。好，来看一下。
instance 点 b get keycode 的 down b stop。 我们看一下这地方 stop 调用的是它，是因为它被关闭了。小于 o sources 点 count 点 i， 没有 i 点 name 点 is crawl。 好，我就判断一下，在这儿判断一下 audio name， debug 一下，对啊，debug 一下点 log 啊点 name 加上，在这判断一下，加上 audio name。 好，我们再看一下，别又跟刚才一样，这个判搞错了。好，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在。好，走一下啊，点一下，都清了 ，bug 都清了。A， 好的，再来一下。看一下啊 ，Unity Editor，Unity Editor， 哎，这个是 Unity Editor， 哎，在这儿，哎，这个，关掉。哎，关掉啊，它挂了。好，这个电脑可值钱了，这个电脑这个。里面的数据太多了，你看我，是不是？主要是资源的太多了，你看，种子太多了。对，而且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配置还是挺高的啊。这是啥电脑？这个你们基本上四部的资源我这儿都有啊。真的？电脑也要拍卖一下是吗？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耽误一下几分钟啊。全套葫芦娃。我给你全套新闻联播，看我。好，来看它。拿来看看刚才犯的错误啊。O aus i 是不是表示这个灯的名字，对不对？它那么 clips 是不是表示它挂着它播放谁，对不对？它 clips 内幕跟它相等啊，所以说这样才对的啊。OK， 好，所以说我们刚才犯了这个错误，低级的错误。讲完了。啊，记住。放了。那么播放呀，看一下啊。哎，好，打开。好，来按 A。错，别激动。是不是在播放？好，停了啊。按一下 B。是不停了？好。哎，停了。再按一下 A。啊，这个地方没变啊。啊，这个点 clip。啊，是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楼呢？好，我把声音播放大一点。好，把声音开到96。开最大。对，开到最大，让你们再听一下这个美妙的音乐。A B。咋回事？有空的，里面是有空的，这样不能再在这打印了。对，这个不能打印啊。因为是不是有空的，没有 clips 的，这里面有 clips 的啊，那你看，刚才又没考虑到，对不对？是吧？啊，好好翻译翻译。对，好。
来，再来，再来，最后一下 ，A B A B A B， 完美，对不对？完美。啊！这不是为了生意嘛，做了两首。啊。